现场继续来看，英国有个61岁的老先生在地铁等车，结果被旁边的街友用力的推下铁轨。画面上可以看到，老先生是缓缓走到月台，结果后车男子突然起身就用力推了一把，老人家立刻跌下月台。当时的车正要进站，旁边路人看到了，赶快冲上去救人。列车司机启动紧急刹车，那火车距离撞到受害者大概只剩4秒钟时间啊，还好没有发生憾事。动手街友事后被逮捕，判处杀人未遂，面临牢狱之灾。